萨尔乔克牧场位于乌鲁木齐河谷，是新疆乌鲁木齐县的主要牧场之一。萨尔乔克牧场属于山地牧场，随乌鲁木齐河的走向蜿蜒在北天山山脉的峡谷之中。峡谷谷口之处地形开阔，草地的面积也很大。发源于天山山脉的乌鲁木齐河不仅养育了萨尔乔克牧场，同时它也是乌鲁木齐市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。乌鲁木齐河畔生长着成片的白杨，远远望去，白色的河滩，碧绿的树丛，如同巨幅的水彩画一般展开在天山脚下。向峡谷深处进发，峡谷越来越窄，草地呈块状分布在山坡上，羊群则如同一群攀岩的勇士，在悬崖上寻找着生活的甜美。萨尔乔克牧场不仅有着牧歌般的美丽，同时它还以其山峰的雄峻和奇丽展示着天山山路景观的多样性。萨尔乔克牧场的畜群虽然不大，但牲畜的种类却并不单一。河谷中的马和牛享受着生活的安宁和大自然的赐予。沿着萨尔乔克牧场的峡谷之路上行，随着海拔的增高，气温越来越低，植被也越来越稀少，但这里的山水景观却如同沉甸甸的远古瑶曲，营造出古朴而又原始的审美意境。萨尔乔克牧场是美丽的，这美丽之中闪现出一种阳刚的神秘。